你还发了挺好的专家。他炒两千卷差不多的了，直接拿给我，莫往上面包。我搞到防腐包那些的啦，也懂点事嘞。那个话又不会说的话，这个叫做懂事啦，这个叫做你在演饭晓得啦，哎。自己的事你咋可能自己都承认嘞？你看看，快来，拎起来，快点拿啊！等别吃包的了哈，快点去拿来哈。快点进了，一会儿进到故宫了的哈。二伯，把我铁桶背过来。去铁桶会了，去。你要把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命令是我啊？应该是我命令你的。哎呀哈，你在底下嘛，肯定是你来提嘛。小心点啦，别敲到头了。啊，提一下快点。哎呀，妈，爸，你下来一个人捡就可以嘛。两个人捡方便一点嘛，一个人捡就一个人捡，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嘞。那我去洗锅啦。你去嘞。又落毛毛雨了，好搞嘞。先拿这个锅盔爬一下嘞，爬得脏死了。好，这个锅盔啊，爬一下干净点，也不容易烂。这个锅估计用不了多久了，底下都有点开叉了。不用急啊，等下又要下大雨了，都下了两个月的雨了。哎呀，把这边洗一下。妈，我炒点虾米，你帮我推一下嘞。去炒嘞，快点搞的。萤火柴也没去搞点萤火柴，用这个东西应该好笑嘞。给它点烟的。哎，还有气的，拿它给它放大一点嘞。也可以的。一下就显眼了，这个还是好引火啊！多放点碎石材的，没洗过的。放碗糯米进去炒一下，炒热而已，再放五香八挂柜体的。哎呀，炒黄了，炒黄了，拿着牙签去磨的。真的有点香，磨出来肯定很香的。有几粒还炒焦了，拿着去磨一下的。老师，妈磨啊磨过，不知道还不磨过。妈，你帮我磨一下喽。很快等你老小滚腿了。快点啊，我马上要做了。好一点。把这个土豆切成滚的，快点！该搞个辣多啥吃的，拿着装一下的，还切点姜片啊，算了。这个下雨啊，搞得家里好多东西都发霉了，哎呀，烦死了！直接拍烂了，切麻烦。拿块辣肉去切掉的，盖的，哎呀，盖很好，盖个把手才行的。这个赶集买的腊肉怎么切一下就断了？放点这个腊肥肉炼下油的，拿这个榨点油就不用放油了，还香一点。炼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照它干了。这个腊肉丢进去，姜蒜放进去，辣椒酱，土豆，放点水先炖一下，等下再放菜剁子。加快炖嘞，赶快消火的。多放两个盏，看你要放再偷懒吗？那爸提一下的。啊哈，你们一下煎了这么多了，妈煮熟了没有？妈煮饭煮个秘方给你讲，欢迎煮好我家哈金格斯，特意来听说个的是吧？平花已经磨好了嘞，磨好了，我拿出来的，磨得好细啊，你比我磨得好多了，磨得要颤抖嘞，拿进去煮的好凶啊，是有点凶味家。先拿这个青豆放进去的，盖给打开，都放进去嘞，每个人多吃一点，来点生抽、白糖，把这个土豆压烂。这个长蒜有点不太好压，难压无过啊，还是大太阳拿糯米粉边和边搅拌，多要几把的，搅拌的差不多了，好凶啊！哎呀，高级菜都变成渣渣了。做好了这个辣豆渣，就这样了的，盛起来。这道菜都快失传了嘞，撒点葱花去外面吃的。你要饭吃饭了。宝贝，那个砖够不够啊？够了，还有一点多。好嘞，有多就好了。我都送好了，敢吃个牛腩有好多军饷，吃个盒子有好多军饷，不会多多少，也不会少多少。嗯，感觉自己神经病算了是吧？你老公这点本事是有的，我跟你讲。这个他算得到，吉祥师傅都会算。在外面吃饭空间好多了，坐得住不急。看到那个山呀、啊，看着都舒服一点。视野舒服一点，宽敞多了。大家都吃啊？在吃。这个有点低啊，一粉一下才行了。是要搞一下。前面要种点菜呀、啊，以后吃菜就方便。前面这么快是要种点菜。现在丝瓜、西瓜都可以种啊。到时候种点丝瓜和南瓜，去年种的南瓜很大一个的，今年也种一点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春花，今天就是。